以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？再叫一次，师傅。介绍给他听一下。来来 来，这时候我就开始 想当年，那个年轻人还在漂泊、犹豫不定的时候，在诚品书店看到了一本书，对对对，书名叫做《石头顺子玉玲珑》，然后就下定决心要去找顺哥。然后生命就像一块面包，吃完了就没了，不吃也会坏掉。是这个影响到你，然后你现在变成是一个大企业家，然后这是又是你的弟弟，对对对，我哥哥。啊，你给我去。这次我就装笑的就对了。当他去演艺圈去发展的时候，你有在演艺圈过？有跟着顺哥一段时间。哦，真的，他就是模仿陈雷，有没有？现在还会吗？现在还会一点点。哎，唱两句来听一下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对你爱意爱意爱意不爱你，我可以随时爱你到永远。OK。然后呢？已经很久没有唱过了。你要雷公镜头。因为那时候其实工厂已经经营得蛮辛苦了，是，对啊，然后刚好大哥也跟我讲说，要不要回来帮忙把这个工厂再，那时候等于大哥已经开始在已经在家帮忙家里了，对，因为在工手上当时50年嘛，所以如果再能够有50年100年，那让这个产业可以永续，所以那时候用了是哪一些方法让这个肥皂开始等于更兴盛起来？以前阿公做的很传统，就是浮水皂嘛。后来大哥回来试着把整个茶籽啊、三峡的一些元素放到肥皂里面去。然后回来就是多更多的这种创意，然后包装设计、行销哦。这是兄弟联手，然后创造了一个事业，哇！然后呢，树大分支，他自己又去创另外一个事业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好优秀哦！其实你要看他的狗都是世界冠军的，真的假的？那可以帮我训练，那训练你太太，训练你哪只狗？我跟你讲，训练一条狗，第一个就是它的站姿要站好，要听我，不是这个站姿，要跑，然后尾巴要拉高，尾巴要拉高。他的企业从第一根发苗我就参与了，真的假的？好不好？那现在接下来就是你请跟我来了，那原来我们就先到你那边去了，好。好好的加油，麻烦你那个肥皂算小顺的哦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待会再打包再过去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地方。两位既然都这么熟了，那接下来这个地方你们要不要自己就好好聊一下就好了？其实从刚那一刻开始，你就是个外人，你没有感觉出来吗？我感觉我进不太到你们的世界里面。来，你愿意让我进去吗？来，赶快，请进，请进。好好好，欢迎光临。哇，有没有看到现代化、透明的，让所有人一目了然，知道整个工序长得怎么样？你有没有看到它的干净、它的卫生？认识了一群返乡的豆农，他们在种国产大豆，结果我说，哎，黄豆卖不出去，因为太贵了，然后觉得，哎，台湾的黄豆很棒啊，应该要给他一条路，所以就决定说，那不然我们来开一间豆腐店。哇，现在雾气越来越大，怎么这样子？看到雾了，哇，这个雾这么大，不是啊，你这个太雾了啦，太雾了，是吧？
折进来。哦，很薄哎。电脑可以挑土豆哦，对，而且嘛有飞人机镜哎，飞机改的哦，飞机改哦，电脑上镜头刀，飞人机也在镜头刀。来到了宪兵的一个考验，小顺距离上次宪兵是多久？那是40年前。脚你是看不出来吗？有没有看到？有。每次去宪兵说是你都吃饱去不吃。没有当兵的人不会理解。刚刚棉被已经折好了，对，现在要呢掀棉被了。它现在外围都有粘黏嘛，那我们现在要把四边要把它切开来，刮开之后就需要手把它捏起来之后呢，把它穿下去，然后轻轻的拉起来，那稍微让它立一下。这个不单单只是一个豆皮呢，它现在有点像是手工的精品，好漂亮哦。这位兵籍号码2266的同学，李李浪浪。好烫哦！你不要看这样，其实蛮烫的。是不是个真男人啊？真男人也会怕烫啊，小子。把那个杆子抽起来，那个杆子抽出来。哦，有点样子，有点样子。来，你要不要感觉一下？这边的给我。他比你平常泡汤的那个汤还烫哦。我不怕，死猪不怕滚水烫。哪有什么烫的？其实真的这么夸张？是不是？果然是死猪，是老皮，是老皮。哎，这个看起来好漂亮哦！而且你放的地方又比较靠近中间一点。对，让它低一下。是哦。哎呦，你的看起来比较没那么皱。哎，小时候我们家也有卖过豆腐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你家真的做好多事情哦。是不是比你美丽一点点？好像有哎，它的皱褶感哦，跟我外婆的脸很像。先闻看它的香味，然后再喝看看它的香甜浓醇。哇塞，超细腻的哦！我眼睛又起雾了。对，这是一种最高的一种享受，整个很像升天呐、啊，很像是你看，细致到跟水好像是完全是融在一起，它没有任何的水感。用豆子的灵魂，对，跟俊成的情感 mix 在一起出来的，真的最佳结果，豆浆的 LV。真的好美味哦，哇，浓得化不开了。这个所在被看见你这一集被日进斗金呐，嘿，嚯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因为呢，他有请师傅来开光。我跟一位姓许的师傅，姓许的，姓许。而且求了蛮久的，要去哪里请呢？来，麻烦看一下哈。日日有建材哈，日进斗金。这写得很好哎，你看去看一下那个落款，是许耀正吗？他就许大师，这是你写的。这种不浪他也可以，一天奏效，全部都写一边了。OK 啊，这个可以写一点，可以写一点。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是。现在说看到了，都跟在地有点关系。来，俊成介绍一下，这个是三峡的碧螺春，他去做了这碧螺春豆花。蜜汤里面都是跟那个碧螺春茶汤有关系，都跟茶汤，但是喝的碧螺春跟磨成茶粉的碧螺春的风味不一样。哦，是哦，整片的茶叶是泡茶汤喝嘛，是那个海苔的风味，那磨成粉呢，就有点像宇治抹茶。哦。然后你吃那个豆子也不会说很粘稠，虽然它在甜汤里面一点腻感都没有。
后这个是蜜香红茶的豆腐冰。哎呦，那看就是蜜黄豆跟蜜黑豆。这个好好吃哦，那个蜜香那个红茶，我说它的味道之浓，茶香味的回甘。你再试看它的刨冰，那个刨冰有那个蜜香红茶去做的特别的糖浆，然后淋在上面。这好好吃哦！哇塞，哎，太太，我也要吃一个，好好吃。我觉得这个很强大，这个应该要参加比赛，送到国际上。而且这个是年长人，完全应该都 OK。其实这里没有年长人，我只是说跟一些我们观众的长辈啦，哑口不要不要，你是不是？我是屌顿，不是，我知道你是屌顿。我说它的那个味道的那个香味，差刚差点呛到，你看差不多嘞。谁说可以从我这边拿走我那个？你不是一直跟我们说要乐于分享？绿的那一颗也是碧螺春的，哦，这好好吃哦！谁说你可以吃？还好有两颗，阿拉伯人哪能够顶住啊？哦，这个我好期待，这真的是刚刚折的，刚折。然后上面是我们的味噌酱，味噌也是你们自己对，味噌也是我们自己做的。你们算是很自私的一间店。喂，哎，什么都自己做，不给人都自己做啊？不是，是过程当中那个工序刚好可以生产到这个东西呀。自作自受，对，自作自受。嗯，哇，我吃的很 Q， 嗯 ，Q 之外呢？它咬进去呢，它有点类似像我们的半熟蛋的那种浓稠感觉。哇，你好会形容哦！有没有？我刚以为我本来是在北海道，那个滑到棉雪这样就杀过去。哇，浓到一个境界。对，浓到现在有点像班乃迪克蛋的那种。哎，我们不能太私心那种。等一下，所有的摄影师、所有工作人员，大家一定要吃一片，一片好不好？从哪里来？总理，来，我们从那个饼油，总大给他们吃一点，吃一点。没有，这是我们的，我们的，麻烦你们点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是要花钱的，花钱月下吃的更有味道，而且上面那个味噌真的是味噌极简，香提香味提味，就好像你远远的看到你穿了一件荧光色的衣服，人群人海茫茫当中，就发现了你站在那个地方。这太好吃了啦！谁说可以吃那么多口的？先玩我的，我还是希望把它吃完。那你玩你的。哦，味噌的香味哦。然后它的基本原料是什么？基本味噌很简单，黄豆、盐。然后还放一道米曲，曲也是自己养，这是一般是红曲，那就是米曲，吃吃看，是可以吃的，它是可以吃，它已经煮过煮熟的米，蒸熟的米，还软的呢，那下去不曲，所以它是甜甜的，因为微微带甜呢，而且是刚刚逼胖了，超甜，它的曲菌已经把淀粉，米的淀粉转化变成葡萄糖，哦，它是因为时间之后吗？还是对，因为时间发酵。那养米曲甜味蛮高的，养米曲其实蛮难的，因为它需要掌握它的时间、温度等等因素，湿度、温度。那太湿、太温度太高，它就会长不起来。是哦，太干也长不起来。所以你要说照顾米曲啊，哈，就像是在顾小孩一样。米也挑过，有机米。什么让有机米变成米曲？就是那个曲菌。曲菌对。哦。我们其实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手身上都有菌，对对。它就是一个挑选过的很好的菌，从日本带回来，300多年。300多年的菌。对，周南盐场的台湾日晒的海盐，所以它的矿物质含量很多。哦。那我们就是要研发。蒸过的。可以拿一颗起来试试看，这个蒸过的黄豆跟我们刚刚。做豆花的那个黄豆味道，好好吃哦，很细腻很绵啊，那个原料都是用最好的，所以哎，林老板，对，你今天把你的那个秘方真功夫都拿出来了，没问题是吧？我也是自己这样摸自己摸索出来的，酒精摸一下，哦，现在用手不能用手套哈，哎对，
所以这真的就是你自己也比例慢慢找，慢慢找。有那个什么都不必说这样子。哦，比例啊。对对。什么都不必说，你已经不再是我枯萎的花朵。一桶这样子，等到再让它去结合发酵，大概还要再多久时间？3个月到一年。那要装到什么样桶子里面，让它慢慢陈化？装到这个木桶。那个桶子也不便宜耶。是三峡师傅手工做的。对啊，看得出来啊。每一个东西都是连结，而整个在地都活络了起来，因为菌层。哦。可以用手了，是不是？他早说啊，来了。哦呦，怕烫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可是他很怕烫。哦呦，你是惊烧的啊？你擦，你擦鞋。真的是会烫吗？我还是拿这只好了。来来，你有利用这支。我在旁边划船。这个弄下去真的是铁砂掌哎。铁砂掌。嗯。练一下，不然你每次都怕烫。不是我怕烫，你们要手过来。搅拌完之后，我们就要来把这个到底要把它包到里面去。但在入桶前有一个动作。座位蒸最怕的就是细菌，其他的杂菌。对，所以为什么手部要消毒，器具要消毒，都很重要。那我们就要入桶，要存放，所以这桶子也要充分的消毒。因为桶子有纤维，比较容易呢屌里面的滋生这样子。来看一下哦。哦，特写特写。贵行贵，苦差事都交给年轻人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我们刚刚这个都消毒过，怕他内心里面有很多杂菌啊。我现在唯一怕的是这个。不会不会，我没有那么多杂菌，我只有阴菌而已。然后前面的卫生就开始这个开始出来，好快哦。这是母菌哦，这是味噌嘛，味噌的母菌哦，老味噌，那也要拌吗？还是不用？可以把它拌一下，拌一下，让它时不时会出现，就要把它往下压，压扎实一点，其实蛮好玩的。这个这一桶到时候收成，3个月后就寄过来。上面要写一下，但是我监督应该也有吧。你看哦，每一个这都是小农，然后大家很用心去把它采收而来的，所以就很怕它浪费。太可惜了啦。天公在疼你。小麻绿。麻婆。可以直接吃了。真的。哦。就是这是。还没有发酵过，但混合在一起的味道，生的，这感觉就可以拿回去做菜了，然后再烧一次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工序，再擦干净。那这个烧的步骤也是自己去体悟出来的吗？真的哦，没错，特别要在封口的时候，要封口之前再来一次，都是靠经验。封下去就3个月到一年，所以这时候可以许个愿望，许个愿望，这等于跟封茶一样。对，我们封一个，哇哇！我希望呢，这一个火呢，这个在燃烧菌的过程当中，可以呢把不好的全部带走，把病痛带走，对，然后呢把最好的都带进来，和修个嗡嗡嗡，修个嗡嗡，把我们这个俊成跟我们这个小顺跟威哥的一个爱，全部都是传递给大家。哦，他直接要。贴在那个卫生上面，空气接触，好好照顾。然后呢，我们最后就把它再密封起来，好有成就感。好，哎，我们刚刚骑脚踏车的河边那个河道啊，就是他发动很多年轻人下去进这条河的。每个月第二个礼拜天，捡了12年哦，捡了12年，到现在还在捡，坚持是最难，因为第一年有这大家有这个热情，到现在第12年，而且有时候遇到经营状况比较差的时候，就还是要坚持下去。另外就是我们在陪伴很多社区的孩子，对对，那很多孩子没有工作机会啊，或者他的家长啊工作能力比较不好。
那过去我们是媒合家长去外面工作，对对对，那常常就是被企业打退。那时候我们就想说，如果可以开间豆腐店，也可以提供比较包容的就业环境，对，让人家来吃豆腐，对，不会，我们刚刚在里面的一个伙伴，就是我们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带到现在，已经带了17年的孩子，哇，对，回来一起工作，我们呢可以立足把家业顾好。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样看见让地方上我们怎样反馈回来，我觉得他的反馈做到让我太感动了，可以跟孙哥一样用生命影响生命，可以的。当你看到一个少年站在你的摄影棚前面站了很久，他手上拿着你的一本书，我只是觉得他是不是要来签个名，等一下就要走了，没有，他就等我从头录到尾，最后我才跟他聊起来，原来他希望自己走出自己的一条路。这个是在我18岁的时候，你有看到孙哥的那本书，我就决定要毛遂自荐去找他，希望有机会拜他为师。我不想看到你，我不想看到你，我想看到你，我想要看到你。我也有。亦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。哦，要哭了！哎呦哎呦，看到你要高兴。就是现在啊，脱光。就站在这里，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？假设我有媳妇的话，我是 OK 的。小姐不息地24小时不断线，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，搜寻东森娱乐台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，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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